近排我成日 loop IG 咧，一路 loop 咧，全部都系白茫茫一片，因为我发觉我哋啲 friend 咧，全部都喺晒滑雪，系唔知点解，所以今年我同容祖儿决定趁三月尾嘅时候咧，我哋要去滑翻一次雪，威翻一次。不过咧，我系乜都唔识嘅，所以我今日咧嚟到旺角咧，就咧去买滑雪用品。喂 ，Hello Kenny， 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就系 Gary。听你讲去 snowboard 喎。系啊系啊，因为咧我系一个初哥嚟嘅，咁我咧就完全系唔识嘅，毫无经验嘅。系。咁咧，所以我咧就冇呢啲 gear， 咁咧，所以咧今日咧就特登咧要嚟揾一转咯喺度。但不过我唯一咧就有一个小小嘅要求，系，即系我呢啲咧就系可以冇姿势，可以冇姿势。唔係，我呢啲可以冇實際，不過一定要有姿勢，即係我一定要好睇。我嗱，我乜嘢裝備都冇嘅，我第一樣揀咩先咧？我首先就要有 goggles 啦，即係啲雪鏡啦。goggles 多數而家全部鏡都會係防霧嘅啦，係。咁但係而家亦都有另外一隻咧，係會識得你撳個掣咧就自動發熱而。咁勁，驅走啲霧嘅，係啊！黐線啊，咁高科技嘅咩喺度？好似喺呢個美國軍用都會用佢，即係譬如美國。咁你呢度有冇啊？有，呢度都有啊。係啊，咁會唔會好貴啊？呢啲我都唔係好貴，即係貴少少啫。大概幾多錢啊？2000零蚊。2000零蚊，我問你借住先，俾我翻嚟俾翻你。好啊，不如你自己隨便揀下先啦。好啊，我覺得我應該咧係揀咗衫先，因為咧揀咗衫咧，我先可以知道我啲嗰個叫咩啊 ？Google 啊。Goggles， 咁咧我咧就先可以咧揾到有咩襯佢。哇，我中意呢個工人褲，呢個靚唔靚啊？而家好興啊，同埋功能性好好咯，因為你唔驚入雪啊。哦，呢個係特別款咯，呢個係係啊，特別款呢一個啊嘛。咁我試呢兩個不如去啊。你真的 carry 得很好喎，件件衫都。我決定今次係扮呢個 Marvel 兄弟 Mario。呢度又 classy 啲啊。係啊，呢度高手。優雅高手啊，高手添啊。喂，唔係好似好 function 喎呢件。啊，係啊，因為呢個係多啲袋啦，咁可以擺多啲嘢。咦，呢度個拉鏈喎。全部啲拉鏈都防水，係啊係啊，你可以容易啲去洗手間。因為頭先嗰個難去啊嘛，即係呢一嚟啊咁樣樣。係啊。打架仔，咁呢个容易去屙尿，可以衬埋呢件褛啊！好啊，呢个又好齐喎，呢度几有型，真系高手啊！系咯，你唔好画得太难睇。呢个好啊，呢个球面镜，你望出嚟个视线会阔啲咯，呢个系。咁呢个有冇嗰啲咩科技？呢个有，呢个又系要变色噶。好唔 OK 啊 ？Kenny 呢套 OK 啊，靓到晕啊！我唔再试第三套啦，我惊我抢走晒你间铺啲嘢。OK， 咁我哋不如上去拣头盔好唔好？好啊，好呢边。啊呢度，哇哇好靓啊！好，咁我拣咗个头盔先系嘛？系。哇，我中意呢啲乜通喎？呢个星空噶喎，哇呢个暗花啊呢个，呢个好啱啊容祖儿，暗校。我拎个送俾佢啦，我冇讲，我冇讲。喂，呢个蓝色衬啦，哦，好舒服啊呢个。咦，可以戴埋个镜，不如。哇，点戴啊？其实我除咗先戴，除咗先戴好啲。哦，系啦，跟住戴翻埋。哦，呢个夹，哦，原来咁样设计嘅。行得啦，咁你而家唔滑得都好睇得啦。喂 ，Gary 啊，呢个系咩噶？我先叫一抽，系咪嗰啲鞋抽嚟啊？即系我摺入去咁啊？你都几有创意喎，唔系咩？我真系唔系一个讲紧系滑雪板嘅版型啦。
通常 camber 就係放一啲比較即係高手環，係係咁可能就唔啱你啦。你好嘢。咁我哋會比較 suggest 係一啲叫做 fat walker 嘅板啦，即係中間係平嘅，咁你會容易啲去控制啦，嗯，同埋轉彎。咁你覺得邊塊適合我呢、這個初學嘅呢？你大概幾重到㗎？我要答答啊！我真金不碰蘿蔔，因為我日日磅嘅，所以我要突然間我記翻我琴日嗰個，我琴日係65kg。哦，係。嗱，而家 Gary 咧就喺度幫我揀緊啲板，啲人成日話買板唔知定，揾 Gary 咪就得咯。貓啊，貓都 OK 嘅，係啊。貓啊？咁狗啊？喺个雪地上边，哇！呢个好似 Wally 嘅画风，即系不如要呢个咧，我都系又想转嚟转去。咦？不如我又行先，我都未行。呢啲几有型啊！塔罗牌呢啲系咪高手版噶嘛？你 Gary 呢度真系会有选择恐惧症，选择困难症。选择困难症啊！我想讲咩啊？选择恐惧症，好困难啊！而家点啊？经过半个钟的选择之后，我终于拣到两块板俾大家拣啦！大家投票，一二三，好，拣好咗啦 ！Sporty Candy，Yes， 我的第一块，人生第一块 Snowboard。因為而家都季尾，所以可能啲鞋嘅 size 都唔係好齊嘅啦，已經大部分都可能冇你個。呢個咧係呢對噶啦，我唔係一啲咁揀擇嘅。咁就呢、這個，係呢、這個或者呢、這個白色。好啊，我要黑色啊，決定呢、這個啦，係嘛？好啊。定呢個啊？一隻咧，咁佢就可以有特別功能，就可以特製定型咯。哦。咁啊會即係我得九隻腳趾嘅咋，即係佢都會 fit 到我嘅。是啊，十隻都得嘅。係用呢個箱？係啊係啊。咁高科技。一個焗爐嚟嘅呢個係係啊，佢會拎翻個 inner 啦出嚟啦，就焗咗，焗完之後就會漲咗，跟住你再擺只腳落去咧，就會 custom fit 翻你只腳型嘅。當佢凍，即係我只腳都要擺喺焗爐嗰度。唔好意思啊，我真係為咗節目效果成日亂講嘢，即係節目效果嚟。我知道你唔係咁嘅，我知道。不如試咗啱唔啱個 size， 好啊好啊，可能都未必知，即係個 size 嚇，鞋係最緊要嘅，即係揀板嗰啲可能冇咁緊要。US 九睇下做唔做到咧？因為唔係太大，一定要啱腳型嘅啫。黑色襯啲你喎，好似。好啊，咁就呢個咯。啊，經過三個鐘頭嘅選擇之後咧，終於可以 full gear， 係北海道。多謝你 Gary 今日， yeah. 多謝你。咁就俾錢喎，係咪？係啊，落去啦，你係咪話俾兩折我啊？係，等下落去計數啦，兩折，我哋做證咯。多啲上嚟幫襯啊！會啊，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ny。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， 再訂閱埋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嘅時候會即刻通知你。拜拜。